学，一直站在大韩民国现代史的中心，与时代同步成长。通过培养创新性人才与开展世界级研究，全北大学正致力于创造大韩民国新的历史。有散发着朝鲜王朝气息的泉州校区，有着兽医学与环保型农业产业圣地之称的地山特性化校区，以木质结构建筑人才的培养和地区居民在教育中心为主的高层校区，和为地区产业注入活力的新麦金群山校区等四个校区组成的全北大学，通过融合沟通以及与地区间的密切合作，成为推动大韩民国向前发展的不懈动力。全北大学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研究所，通过引领宇宙航空、最尖端零部件材料、生命、食品等产业的发展，来进一步提高大学的地位与形象。全大人胸中满溢着幸福和热情，最富有韩国特色、坐落在大自然中无限宽广的校园，是实现全大人热情与梦想的舞台。由绿色系统与最尖端系统相互协调的校园，充满着热情的活力。通过一起分享这份热情的活力，使全大人的实力与日俱增。在快速成长中获得最初与最高赞誉的全北大学，现在为了实现更远大的理想，将准备向以价值为中心的正向变化起航，跨越成长，走向成熟，塑造千年腾飞的名牌高校，这就是全北大学追求的目标。校园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完美融合，连接前顶山、武松亭、德清公园的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校园漫步环路，让人耳目一新。漫步在美丽的校园环路上，可以看到坐落在前顶山林中的教室，穿过前顶山自然庭院，就能遇见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全大人。自然与人类相互融合的全北大学校园环路，因其树立了协调性与创意性的名校形象，进而成为了全北大学的另一个骄傲。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融入所有瞬间的艺术，将通过互动交流与您一起分享，抚慰疲惫灵魂的指尖，引人注目的华丽舞台，勾勒热情生活与梦幻的舞台，更加显得光彩夺目。全大人洒下的汗水变成了甘霖，滋润着我们枯竭的感性，让全北大学的校园充满着文化与艺术气息。全大人的骄傲与自信，正是这些用血和汗获得的成果，成为了力争培养全球第一学术水平的珍贵养分。全北大学以拓宽学生思维、研究与融合为中心，营造学术研究丛林的生态体系，跨越时代与世代，引领正向变化。全北大学以全大学子固有的精神风貌和品格气质作为改革的砝码，进一步走向更辽阔的世界。通过推行住宿学院制度，营造课堂学习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社区大学氛围，摆脱传统宿舍仅有居住功能的束缚，构建专业全方位人才培养体系，暂别校园一段时间，游学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当地文化，通过开放型校园项目培养敢于超越模范、勇于冒险的人才，拓展世界舞台。지난70년이성장의대학이었다면새로맞이할70년은성숙의전북대학교로시작해야합니다모범생을넘어모험생을키우는대학지역과하나되는대학으로거듭나겠습니다
京飞跃的元年，全北大学七十年，跨越成长，走向成熟，开始千年腾飞的全北大学。